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成渣。 团长不好打手残英雄，很难打。大雷，没骸骨 ，A 他一下直接走，不硬拼。带一下。我看起来很开心嘛。 我没封你，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杀到黄昏。他五刀。 还是先把车补了。他已经把药吃过了。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鼠辈，灵魂爆炸，燃烧的灵，脏东西。 要时刻留心背后。我摄像头明天再到位。扎的，死亡吐了出来。变个 W。人人有份。斩断命运。刚刚好，他没踢啊。 一路看回比尔吉沃特，脏东西，烧吧，让他们的鲜血涂满。还能把线起来，很舒服，很舒服。那昨天的摄像头不行，太久了，那我是没了。 不要用 Q。好。技能拿号吗？你还需要看这个东西。用 Q 的话就没难吃打 W。 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技能然后在哪里显示？我从盐分和海水中重生。 看能不能阻止一下他推线，他应该差几个兵到六。 带给所有人。按波浪剑查段位，那个在 Vgame 上面搞的，这个对吧？这个是在 Vgame 上面。 不卡线，不卡线，卡线我没有办法杀他。虽然能阻止他发育，但我的发育没有办法超越时间的那种发育。法眼一样刺人。
要有侥幸心理。要回家了，我就吃个杜城炸不线，我没有果子的话我就回家，有果子我就多耗两波，不能杀我的钱也够出西南岛了。人人有份，战斗你的最后一口气，正要把他们扔车前。What the fucking doing?这现在感觉可以不行，这个渡城我就留。小兵要打我的话，我先站在这里，把线卡好一点。啊！我挂了一下档，快把我人没了。完喽！Shut down！ 大海和人们背叛了我。昨晚金柱没报什么奖品，两天没报，亏麻的。不，昨晚华爷送了个虎牙一号，勉强顶得住。刻在他们的头骨上。希望今天有人给我出个，给我出一个樱花树来，哥们晚上下班就有钱洗脚了。脏东西，死亡的潮汐，我的未来，有谁争呢？没事，你可以看我去。表哥说多要一个，他也想洗，能不能洗得上就看兄弟们了。爆两樱花树，那老子要被打死，尬死。大海没有记忆，我还想洗脚。洗脚不是最主要，洗脚洗不洗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是我得搬他，对吧？爱赌的老爸，生病的妈，无助的弟弟，可怜的他，我不搬他谁搬他？留个眼线在外面。又他妈是你，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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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像你这个好像好一点。这黑色玫瑰送的烧粉 plus， 谢谢谢谢谢谢。赌博的爸，生病的妈，学坏的弟，破碎的他，好像你这个好一点。学废了，学废了。
人有份。和我的船一起沉没了。一个字，老唱。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这杰森 Q 了一下，眼神都变得清澈。他们对悲惨一无所知。晚能换掉还求救你超脱死亡600中单掉了，这把出狂妄吧，不出狂妄感觉后面伤害可能不够。杀手码头上，怎么没来中路补线的呀？辅助来中路补线一下 AD 抗压一下，中单可能跟我那个掉线一样连不上来。又一个渣男。我虽然失去了船，但没有失去灵魂。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鼠辈。脏东西。放个野，这先锋最好不要给他们打。我一个人吃两路我也跑不过来。少个人后面还是很难打，对面中单又是那种游走。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What the fuck？ 快了，哥们 ，sorry， 你杀了他就不能杀我了哦。他不是掉游戏了，他是挂机屌猫。你要是这样挂机，你就不要怪我。你不要看我好好先生哦，你要踩到我的雷了，我真的很难搞哦。渣子，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憎恨。这搞这种挂机，你是真的是把我惹火。大哥，出来玩一下，能赢啊？怪不得没说话。哇操！我这个一打开，他们疯狂搁这文斗，我错过了什么东西啊？人人有份，回来是回。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哇，好舒服，好舒服。文斗就是不一样，好好学，好好学。沾满鲜血，脏东西！
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 背叛就像在沙漠上发芽一样。 An ally has been slain. 刺激炸药桶，人人有份。 没事，我这把无敌，我绝对能赢，兄弟们。憎恨是小孩子的用词。和平。留个眼线在外面。专注。渣子，我很少忘记事情，牛逼，更不会忘记仇恨。还是黑色玫瑰好玩，兄弟们，好玩，爱玩。大海和人们背叛了我。怕有其他人一起来。人人有份。动不掉，动都动不了。屏蔽了，我怎么看他们互动呢？还学人喜欢带妹，低能东西，玩这种比分段都打不明白，一辈子死在这里，好强的攻击力。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好强的攻击力，这个王啊，阿卡丽好强的攻击力。这就是元婴大能吗？清算就要来临了。发誓啊！你们不动摇。为红旗。没事，我还顶得住。你的工具是开胃菜呀！大海无际，等着多少？大的又一个，人人有份。来开个三电视啊，兄弟们！今天好像还有400-500倍，开个800块钱三电视。如果有想要办牌子，点那个三电视1毛钱，不是一个那个情书就可以参与了。Thank you。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言语毫无意义，血肉才有分量。大龙也没了。要时刻留心背后。一次转身，得到的是一把匕首。开一下，兄弟们！OK， 无敌，无敌，无敌，无敌。
我要表演。哎，他容易跑。啊，追不上他，我还得回家看兵线。他们这种骂的话还好吧？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吧？好了，哎，我怎么不按 Q 啊？我在干嘛呀？哎呦，我好猪逼呀！顺利逮捕，专注。我刚是不是 Q 没按呀？怎么退流啊？永不动摇。哎呀，谢谢华爷的虎牙一号，谢谢 ，OK 可以洗脚了 ，nice， 谢谢华爷，改天给你套。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谢谢华爷，谢谢。脏东西，有份。谢谢华爷的虎牙一号，谢。当心炸药桶。不要有侥幸心理。这就是比尔吉沃特的仁慈。我这鞋子能要不换装备呢？换装备很容易死。啊、这个。看看有没有偷法，然后他们阿克萨能偷袭我，不出点保命装玩不了。谢老板的热气球，我非常感谢，谢。魔法披风啊你！给你两刀。爆樱花树了吗？没爆。那个是华爷送的，送的虎牙一号，不是爆出来。如果今天也没爆的话，三天都没爆。这种情况下一般是很少见的。这女警看了一下我伤害跑，鸡贼的很。把他们的腰子砍了。我的吧，只要我狂妄跌到一千层，随便玩。知道我为什么要出狂妄了没有？一千层随便赢。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你也发癫是吧？扶强扶弱。哎，他们认出我来就不吵了是吧？是不是怕被网暴？是不是怕被网暴？我说他们怎么不吵了？我都没看。这没办法给队友让人头。我不是说我要抢经济，就兵线不处理，队友也不处理。你知道英雄联盟这个游戏，它所有的压力来源是什么吗？就是兵线，有兵线就有压力，没兵线就没压力。因为没有兵线，你的塔都不会掉。如果队友也不处理的话，或者说处理太慢的话，就算你钱满了，你一样要清。不清你基地就没了。如果没有兵线的问题的话，不用考虑这种问题，
那我可以出去随便玩随便死，因为我掉不了塔。要时刻留心背后，把残忍带给所有人。大龙给，防万没接到，还玩起偷家的，就杀他吧。完。没爆我操你80%你爆你的妈的你80不有病啊妈的一波的呀狗屎狗屎狗屎他死了我回一个凯旋还能再顶一波我回去还能把这两人杀了我们就可以拿大龙跟小龙有没有我本来这个想出绿叉的呀我就是怕太脆了所以不敢出了个板甲加点血量跟护甲